哈工大百年校庆，千架无人机表演惊艳哈尔滨上空。我一直在家里看直播视频，感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辉煌历史，寻找在学校学习的点点滴滴，重温学校教室、宿舍、食堂、图书馆、体育馆的生活、学习。在庆祝活动中，各种活动异彩纷呈，特别是当晚举行的无人机表演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成千的无人机展现各种造型，十分钟的天空之舞精彩展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徽、中国地图等，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，规格严格，功夫到家。无人机的现场表演吸引了大批市民观看校内的无人机表演，以庆祝哈尔滨工业大学百年校庆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无人机性能是通过编写程序来控制的，更多的无人机协作表演具有更大的价值，并且可以在将来变成蜂群，形成战斗团体参加战斗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技术魅力，相信未来哈尔滨工业大学将有越来越多的无人机表演，这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。